你看你这个样子像那喝醉酒的呢。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上厨房回来给他歇屋，找了戴哥。刚才微信里说你现在是跟。这咋害怕？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，还是啥？你他怎么没打过针？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的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满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脸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，哎呀，你别看，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，别把自己给紧张了，快点吗？快点，一下就过去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厉害，哎呦，孔真，哎呦，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，哎呦，我厉害，你刚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，哎呦，稍等会儿，稍等会儿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一下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。哎呦，你慢点慢点。哎呦。还没打呢。哎呦。别打了，是两把。我知道，哎呦。哎呦。你千万不要跑。我的娘哎。你把他的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，哎呀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进针不疼。好。哎呀！进针不疼。哎呀！哎呦，你昨天转过来，来，快点！哎呦，那最费力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。哎呦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，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给。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年了。哎呦！哎呦，你哪里烦你？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。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再不抓了，你手再抓我没办法抓了。哎呦。